大家好，我是 Irene。 在有时间压力下，快速和营养只能二选一吗？没事，今天 Irene 不藏私，跟大家分享如何在一个小时内轻松做出好吃又营养的美味晚餐。我们开始吧。我们今天要做的第一道料理是白酒蛤蜊意大利面，一样是用这一台 Panasonic 64也微波炉来做示范。用微波炉煮意大利面很神奇吧？一起来试试看就知道了。其实我们在自动料理的食谱中是没有白酒蛤蜊意大利面这一个菜单选项的。有看上一集的朋友应该都知道，在食谱中的食材都是可以做置换的。由于这两道意大利面在制作方式同为清炒类，而且以蛤蜊为主食材，所以我们可以依据这些共通点，依照个人口味将食谱食材稍作修改都是没问题的。首先，我们先准备一个直径约25公分的耐热玻璃碗，将水、橄榄油放入混合。接着，我们将已经折半的意大利面放入碗中，使其均匀吸收水分。将切成一口大小的高丽菜放入，并在上面摆放蛤蜊。最后包上保鲜膜，记得不用将保鲜膜拉得很紧，宽松的包上就可以了。这样我们可以将意大利面放入微波炉中，记得放在炉内正中央均匀受热。接着我们来做界面设定，在菜单页面中点选推荐料理碗料理意大利面后，找到柚香胡椒蛤蜊意大利面。今天我们使用的是 1.6mm 粗的面条，请记得依照意大利面的粗细去做选择哦。选择标准火力后就可以开始加热了。等加热结束后，将食材从底部捞起来，加入胡椒、盐、九层塔、中式高汤粒以及白酒，拌匀就可以了。另外，如果我们今天是想要依照目前家中现有的食材去寻找晚餐的灵感的话，可以在菜单页面中借由点选由材料选择五谷类、豆类搜寻，一样可以找到对应的自动食谱。大家有没有发现，我们今天做意大利面只用了一个碗？以往我们做意大利面的时候，煮面要用一个汤锅，炒料要另起一个平底锅，做一道意大利面要用无数个碗。但我们这一次用这一台64眼微波炉，只需要把食材全部放进玻璃碗中，在64眼红外线侦测下即可完成料理，清洗也超方便的。这对不喜欢洗碗的我来说，真的超有吸引力。我们来做另外两道料理，这一次我们会将两道料理同时备料，因为我们要把它们一起送进微波炉里。这一次的两品料理可以分成三个阶段的料理过程。第一阶段，我们先来做日式炸鸡块。我们先将鸡肉切成相同厚度，每一块大约4公分左右。接着我们将蛋液、米酒、酱油、盐、蒜头、胡椒、肉一起放进塑胶袋中，加入太白粉搓揉，如果看到鸡肉已经变成粘稠就可以停止了。我们先把鸡肉放在旁边，今天我们将会使用微波炉卤什锦的菜单做置换，来做另外一道菜八宝卤什酥。将猪肉切成一口大小，用酒调味备用。接着拿一个比较大的容器，将中华高汤、酱油、芝麻油、酒、盐跟胡椒放入容器中，再加入蔬菜搅拌均匀。接着我们可以把刚刚备用的猪肉拿出来，和蔬菜交互重叠的放在直径25公分的耐热玻璃碗里。
然后我们将准备好的有洞的烘焙纸盖上玻璃碗，放入微波炉内中央位置，将我们在第一步骤调味的鸡肉鸡皮朝上，保持固定间距，排在双面烤盘上。将两道料理放入微波炉后，由菜单页面进入推荐料理中，选择两品同时料理，确定菜色后选择四人份及标准火力，按下开始就可以咯。料理完成后，可以依照大家的喜好滴上适量芝麻油，拿出我们事先准备好的太白粉水，加入八宝卤食蔬中勾芡，并且仔细从底部翻搅，除了从推荐料理可以找到这两道料理之外，我们也可以从种类去挑选，点选气炸方式，找到对应的自动食谱。今天我们一次性制作了三道料理，含备料时间大约花了一个小时，但实际使用微波炉的制作时间却只有39分钟。有了这台 Panasonic 64眼微波炉，省时又省力。我们回来喽，准备洗手吃饭喽。Panasonic